目前他替补上阵已经传出了四个助攻，自己也得到两分。哎，又是失误。哦，这一球防守的停收做得非常好，把对手的三分的这个系统给破坏掉。因为云豪在刚刚在防守端上面，确实可以在第一线防守造成一些压力，没那么好传到篮下去。都是正大帮的。林浩今天虽然不是打先发，但是第一节的中段上来还是满满能量。这个哨音抓的是 Aquino。对，你看先看这球，遇到挡人的情况下，这个 Aquino 能不能用身材的优势再出来哦？那国豪是不是能够再去帮他做一些协防？这是他来到台湾的第一年，对，他爸爸就过世了，所以他是对家庭来讲他是非常的重视，他也很想回去，但是为了比赛，为了球赛，他愿意去，就是想要打给他爸爸看。是，这个是一些小故事哦。42，李浩源领先7分。这两个肌肉棒子。